晚啊，咁多位，今日系6月20日星期一嘅中午啊，咁啊，恒生指数咧今早高开一度去过20458点，不过高开低走啊，正如我今早同大家讲过嘅，咁啊，英国脱唔脱欧咧要星期五先至知道，不过脱欧嘅公投将会继续进行啊，与其咧太过因为一啲民意嘅调查而乐观啊去做一个进取嘅部署，不如咧保守少少啊，做一个理性嘅避险嘅状态啦，到时咧如果真系啊留歐嘅話，彈性再追都未遲嘅。咁但係要留意啊，如果一旦脱歐咧，啊目前所持有嘅股份係乜嘢股份都會跌啊，而且跌一個比較深嘅一個程度啊。咁所以咧，唔好賭博啊，理性投資嘅話咧，係應該持輕倉嘅。咁啊，今早彈完之後咧，依家又再高開低走啦。咁所以咧，我繼續維持今個禮拜尾咧，向住19600嘅目標進發，係五月份嘅低位。係咪19600？我唔知道，因為依家話曬都彈高咗，但係咧向下嘅機會都係居多。建議大家喺公投之後咧，先至再作向上或者向下一個明確部署。